我不问，你不说，形成误会；我问了，你不说，造成隔阂；我问了，你说了，等于尊重；你说了，我想问，等于默契；我不问，你说了，就是信任。这是一段看似简单却充满哲理的语句，其中蕴含了沟通的重要性与信任的建立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在人际关系中，相互提问并且获得回应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啊，尊重、理解和信任作为基础，这将让人际关系更加稳固而美好。